很重哎、欸，啊，他那个撞很重，动一个不是？对对，撞在鞋子上，对。是啊。说还想开到四点半，不过太阳在下着下着，它就会再比云海低耶。会反而会比较亮啊，会从那个洞钻出来。太斜啊，我害怕去尿尿。不会啊，我对这个雪场今天没有期待。还说，哎、欸，那个是蛮草，那个是草。那真的那边还有吗？那边还有，那就第二个区域。那个就是 East 啊，所以这边上半部又叫什么？你不知道？哎，只有我们上半部刚也去了，左边的上半、下半，然后东边，然后东边这边，其实这边可以切去东边，但是有叉叉，有去无回。它不是完全拦起来，它是说，这样算是拦起来。我不知道啊，应该是不行吧，但是又可以那个，又可以走连通道去后面啊。我也觉得好冷哦、喔。额头，我觉得额头有点，但是那个身高我搞不清楚，他是小孩还是一个矮的人。小孩吧，而且他就是没有要改变他的方向，就一路冲下去，就要一路冲下去啊！怎么滑得那么糟啊？好冷哦，我现在好冷。我觉得那个辣辣通道啊，其实是个怪怪的东西。怎样？喷的啊？就是好，它有辣，没错，厚厚一层也没错。但是它好像跟打蜡的那个，因为打蜡我之前看影片，他是说第一步清洁。好，没有清洁算了。它是喷一喷啦、啊。然后第二步把蜡弄上去，什么用熨斗熨一熨，好。那它热的上去就跟有熨斗一样，好，那 OK。那第三步是要刮掉，刮平，然后这个就没有刮掉，所以到底这是好还是不好，我也不知道。好冷哦，好冷。你哪里冷？正面迎风很冷，我现在是脖子一点点，额头比较冷，我手臂啊、肚子啊，我没有开动吧，我整个就是冷，好冷哦、喔、我是竟然觉得上不去。什么上不去？下了缆车往这个方向过，上不去，还跳了三下。你不觉得这有往上爬的感觉？有啊，是有啊。他又要跳两下，其实不用跳啊。你看，又跌回这了，翻了三下。超冷。而且你看哦，是连三天检查的鞋痕都在。啊，你觉得是哦？都是啊，这一定是检查一路往下走啊，那表示三天这里都没有，没有雪哦。你是要说没有雪吗？但是明明两天前都有大风雪，这里这样真的有点是没有下到这的关系吧。我很怀疑他。整个雪场压过是什么状况？
这不是就这不算压过吗？有可能压过是哦，是有那个形状，然后滑没几下就歪歪歪。所以现在这边过不去那边，对不对？可以啊，你就这个连通道过去坐上缆车、你想要坐坐看吗？我不要。我只想探那个路啊，这边的路，老实说，那个高高的上去，你下来也是一堆草啊。对，就是这种雪质，你就不要去高的地方了。因为下来就会觉得脚很酸。皮皮擦，皮皮擦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对啊，就是皮皮擦没。皮皮里，皮皮里。啊，就是皮皮擦啊。皮皮里，皮皮里。哇哇哇！滑走，滑走。嗨。冲过去啊！哎，我觉得现在天色是更好看。都是草，草。脚没有酸，这个的特性，这个雪道这样子的特性啊，是速度很快。哈，就是它不是真的湿热冰，不是有粘性那种，它是有点硬，所以其实有点像是滑冰那种。然后又凹凹凸凸，所以跟你雪板的接触面没有很多。所以速度还蛮可以变快的。咻咻咻，刷刷刷。所以就是去到隔壁，滑到下面。哎，这是真隔壁吗？我不是还有隔壁，还是下面隔壁还是？我不知道，好冷哦，应该是下面。我觉得手套的手有觉得很冷，一点点。这边是有个横切路吗？还是没有？他把它拦起来，它是个网子，它是怕我们掉下去还是什么？也不是，我猜是这个路平常是开的，然后可以横着过去，然后往、
网子是保护我们东西不要掉下去。但是现在这个网子本身，我觉得高度已经坏，而且已经坏掉了，所以已经没有那个机能了。好啦，接下来就是要检验那个自助餐行不行了。哦，那吃四天哦。而且我觉得，我自己觉得啦，应该说今年暖冬，他平常生意可能不会这么不好。然后我们来的又是礼拜五，今天就会是生意最不好，也不是最不好吧，最好的日子了吧？最好是明天。五就先来啊，好个三天的。没有五，人家没有五先来住的，日本人不请假的。哦，对啊，不请假，假要用在什么时候？就不去啊。所以他们法律才要规定一个说，你一年一定要用五次，不准全都卖给公司，不准。我换钱啊。好像，缆车是这吗？下来的地方。有，我看到了，在树林当中，椅子在树林当中放。所以那个风最大的时候，可能就只盖那条缆车了。我们这也在树林当中啊。对啊。但是如果暴风雪的时候，你这里也看不到猪脑袋。伊那瓦西罗，伊那瓦西罗，好吧，伊那瓦西罗。你背一个字。我第一次看到雪场的雪熟成这样，第一次。第一次、喔啊。没有啦，夏天的话。但我说冬天啦。没有，八方尾根的三角比这还惨。现在还是吗？现在不知道。但是暴风雪的时候，八方尾根那里应该补了至少有五十吧，这个硬的，这是石头，撞到会死人的。然后你看这个，还有人要耍帅撞这里，咚一噔，摔死。你有设个闹钟准备坐车吗？没有。我就是估计探完路就差不多了，而且还会找个多久这样。好肉长，我看他应该不至于把那里围起来，应该会有一条联络道弯来弯去之类的吧。我本来搞不清楚的是那个绿线是往哪边走。这边不就回去那个进缆车站吗？而且那个车子到三，有而且那个高高快速车子到三点半，这样啊？那个车子到三点半。对对对，那个上次坐的时候有看到，有啊，这边不是讲。你说就滑下去了。啊？前去那边了，前去那边了，因为我就觉得骑到这现场去。速度很快啊，可以这样走。
我滑，我差点摔死了。某某，我刚刚差点摔死，可能是雪挡道，然后突然搅拌了一下，然后就哇，然后我就觉得我快要对着树，没有，我快要对着树上冲过去，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。要去哪边？这个可能是联络道，那边可能就主要的往下走。那你要滑联络道还是直接下去？都可以哦。我今天故意滑联络道，因为我们要做一次这个了。好。那这个老师一出来就是。好，走。来滑联络道。你看到一堆土就哇心疼啊，我的板边边刀有敲到一块石头，嗯，不过不是固定的，就是有点快噌一下，不过误打误撞来到这里。哎，我觉得我脚跟有一点痛，脚跟被夹紧的痛。其实穿太紧吗？不是，那个我不懂原因，我知道有一种叫脚跟好像被夹紧的痛，就是很想要用脚底刹车的时候会出现的。嗯，好啊，那就去坐那个缆车吧。到处都是车。走错路了吗？应该走在树丛里面，有看到椅子，但是我看不到缆车站。应该是在那个下面围的线的左边吧。要冲过桥，看啊！
这边来啊，那老师应该会让人吧。那我们就是从左边来啊，他永远不要让我上左转车吧。你们会吗？阿里阿多不在吗？逛完了啊，这样子这两条就逛完了。嗯，那要怎么办？我滑下来再做一次这个。再做一次这个。对啊，再做两次还是一次这样。不要滑刚那边的。对啊，刚不要，所以这个上去就只滑这一道啊。嗯。而且看来这里是那个教学率。那这样就人很多啊。没关系啊，这里人很多，我们又不会去跟他们撞，他们是。很接龙式的教学，对对对，这树断了、欸，嗯，打给别人是是。而且它上面有一层雪、欸，它上面的积雪有3公分。好了，应该，除非我们硬要去逛别区，不然的话，应该就悠闲的回去就好了。嗯，今天省了那个。学票多少钱？4小时卷钱啊？一个人多少钱？他好像说全价5120，半价2650什么的。哦。嗯，我刚这样讲，好像不是半价。嗯，但是一二零二，哎，5120跟2560好像对。哦。总之就是这种价钱。你说礼拜天听说会下雪，礼拜天就是整天在下。我是说哪一个风景好，要下雪天我们就什么都看不到。原来是什么一跟五华旅馆嘛？那现在什么 Grand Deco 先了这里，然后接着猫魔、嗯。那我觉得不是哎、欸。但是关于 Deco 滑得很高兴的话，其实要问的就是说礼拜天到底要滑猫魔还是关于 Deco 还是这里，就是原定是这儿，但是这里的话我觉得可能不会有救。你就下雪也不会下多少是吗？你下雪你要下到50才可以把草盖掉，但是这个大雪预报顶多就下个10-15。哦，这里的唯一好处就是雪票最便宜，嗯，但是呢，它距离近的优点被那个它接驳车一定要绕去火车站抵消了，所以三个雪场的距离感都把它当作一小时就对了，嗯嗯，对啊，所以那就是分析 Grand Deco， Grand Deco 的话，雪质如果很棒的话，嗯，有必要滑两天吗？猫魔一天看看风景跟路线，好玩才要，不好玩就不要。猫魔看得到 Grand Deco，Grand Deco 看得到猫魔，风景就是互看，互看就这样。下去有什么？左边是土。